就是谢国梁一大早都到火车站去卸票现场，跟民众感谢与互动。了解，对，麻烦，三明二基隆市公车不行，基隆市，这边扫的，不知道什么事情叫客，扫不行，对，因为他说一八一三，因为车挤。对啊，一八二车这个要客挤。有人他到市局的动没有车可以。对，麻烦。好好，谢谢，好，不会，谢谢你们，谢谢，好好，我知道，我了解一下哈。期待你的，期待你的。好，谢谢。其实同一天也是中选会派出专人来颁发市长当选证书的重要时刻。首先恭喜县市长当选，高票当选，确实九届基隆市市长。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梁也亲自接收。 谢国梁表示，一方面欢喜，一方面感受到责任重大，要随时倾听人民的声音。高兴拿到当选证书，啊，这个对我来说意义不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这一次的选战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准备，也花了很多时间去想，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慢慢落实。那大家也有看到，我今天早上很开心的也回到了南站，再去。 跟所有的通勤族朋友、选民朋友表示感谢。那我觉得我以后如果有机会，我都会，我不敢说每个月，但基本上就是希望以这个频率，都能够回到街头，都能够回到大家上班下班的聚集地，去跟大家请意问好，同时间也收集民众对于生活、对于通勤、对于交通。 反映的问题，像今天早上就特别提到公车三零二在复兴路那边，哦，有些延后发班，然后半个小时以上都没有车，然后通勤族就是上班面临一些困境的问题。我觉得，然后我也看到了在南站有蛮多的游民朋友，啊，那我也后来去买了那个热咖啡跟三明治跟一些饭团给他们，因为他们说他们肚子都很饿。 所以我觉得能够到第一线去跟民众多接触、多互动，我觉得不管是首长还是民意代表，我觉得应该都是一个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不应该是把说要待在办公室里面办公，或者是就是去议题上面的会刊是当做他们唯一的工作。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的话，多跟民众。 在他们聚集的地方工作的地方通勤的地方，询问一下他们最近的状态，我觉得会是一个未来我想要做的一个事情的方式。而对于市政新团队，谢国梁表示，以社会处杨玉兴处长为例，都是要有同理心来服务人民，他们都相当的优秀。大家都知道。 玉兴委员他其实在19岁的时候就有这个罹患罕病的一个这样的经验，但你知道我很佩服玉兴委员，因为我跟他开会，都是我先喊累，不是他先喊累，哦，他可以连续3-4个钟头很有热情、很积极的在一个议题上面跟你持续的讨论很多东西，那所以我其实会认为说。 这是一个我的荣幸哈，能够邀请到玉兴委员来担任我们的社会处的处长，因为就如同大家知道的，我们想打造友爱城市，就是要让真正有同理心、真正愿意把这个事情当做终身置业的人来做这些关怀的推动。那我觉得玉兴委员有这样子的特质，也有这样的专业，他也有这样的同理心，所以一方面我是说很荣幸他能够加入我的团队。 那未来我跟他会打造一个叫做友爱城市委员会，好、哦，那这个委员会是要跨部会去协调这个未来的这个城市如何让需要帮助的人或者是一些比较有特殊的朋友能够更感受到这个城市带给他的是温暖不是障碍，好、哦，举例我们平常我今天多讲一点，你看，比如说我们有很多。 我们的人行道上，或者是骑楼，他们会设定一些柱子，他们不要人家上来，他不要机车骑上来，可那样其实是挡住了我们的轮椅族的朋友，包括车站啊很多地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就是会讨论到这些东西，我们应该要如何的去帮助这些人，而不是反而用意良好，但限制他们上来到这些地方，所以像玉兴委员他就有注意他，他说，哎。
我来你们基隆看的时候，发现说你们好像是想要挡机车上来，但你们挡到的都是这些轮椅的朋友。哦，我说那这样我懂了。其实我们是应该要限制这些机车族的朋友骑上这个人行道，而不是说要拿柱子，结果是挡到了轮椅的朋友。他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基隆其实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所以我是很期待未来能够跟他，包括立产委员在新住民方面，他也非常的关心。那我觉得多元族群也是小爱爸爸市府未来很重视的一环。总之就是很多东西要做了，那我也很期待，因为我相信很多这些我找来的这些局处首长都是我的伙伴，而且能力都不在我之下，我要特别强调。同时他也宣布了市政府未来的发言人由余志明担任，多多与民众沟通，以后也会开辟 Podcast 的节目。我们这边有一位发言人，大家看一下。他不只是这个我们对于市府的发言，我今天早上在直播的时候，我还希望他是我们 podcast 的发言人。因为我希望一个市府是希望能够有比较深度一点的时间，跟更希望听到深度评论的市民多多谈论市政的议题，所以市政府未来一定要做 podcast， 然后会针对大家所关心的议题来做更深入的讨论，邀请更多的局处首长，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育新也好，立产也好，他们都是很有深度的，而且在他们领域里面也都很有成就。所以我把我自己设定的是一个团队，并不是就是以我为主这样子。对，其实我过去是行销专业这样子，然后因为这样，在这过程当中一直在处理新闻的部分。那未来的话，市长有特别交代一个很新的任务，就是未来我们市府会有一个就是 podcast， 那这也是目前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广播的一个软体。那未来我会在上面来进行一些主持，然后来跟更多的市民朋友还有年轻朋友一起做更好的互动。对。目前有没有说规划说第一集的 podcast 要什么内容？其实还在安排，但我是希望说第一个可以先贴近大家的生活，例如说可以讲一些美食，或者是一些基隆的好去处，从这些生活当中再去结合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这样子让朋友们在听的时候可以更有共鸣。记者黄润生，基隆报道。